今天带来，我原本预计一首歌，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的歌大概都2分多钟而已，所以我决定刚刚决定要带来两首歌，然后这两首都是我们的创作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话，我那个有一位在帮我拍照的那个帅哥，他那边有贴纸，所以你们可以带回去，然后帮我们粉丝专业按个赞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歌曲就是还蛮活泼活力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演奏我们这一首。还蛮多组都蛮优秀的，对吧？害怕，爆发。等一下这一首也差不多是蛮轻快活力的，对。然后如果大家会唱，因为我们就会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重复到音，然后海里面。那、如果你会唱，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唱，谢谢。这一首叫《巴勒情歌》，好，谢谢各位。